希望在两周内完成相关的行政调查。谢谢各位。哎，局长还会请他来吗？再来吗？还是说今天已经厘清所有的疑问了？今天是从下午两点，一直到各位辛苦了哈，各位真的非常辛苦，很抱歉啊，很抱歉。从下午两点开始，我们请蔡董事长做个说明啊。那现在已经晚上九点了，有相当长的时间，我们也询问了相当多的问题啊。谢谢各位。所以不止四个问题，就是包含法尊啊，或者是说询问了相当多的问题，对，非常多的问题，把应该厘清的一个问题啊，我们都跟他请教了。问到你们的分行，为什么这一次会有那么长的态度去反驳美国的官方啊？我想我们请教他的内容啊，我不方便跟各位做太详细的报告。相关的问题应该请教了，都已经请教他了。好，谢谢各位。目前就是说完今天的说明之后，今晚会有打算对蔡董事长追诉行政的责任吗？我们会在两周内完成相关的一个行政调查工作，然后再做相关的处置。谢谢各位。